我厉害吗？啊，你厉害，太厉害了，你太厉害了，我简直惊呆了。很有力量的鼓励，这是要有智慧的。开宝箱，小心啊！喂，哎，我眼睛。蕾蕾，你看到什么了？牛马。哎呀，刘老师真的是慢，我去嘲笑他了。刘老师加油！刘老师加油！可以了啊！小张张加油！小张张加油！小薯条加油！你看，大家都在给你们加油呢。小薯条加油！加油，小薯条！小薯条加油！能背一千首诗是吗？在爬山中似乎就是丝毫没有任何作用是吗？他的体力特别弱。老刘，告诉王涛，我们即将到达终点。什么？距终点1350米？这是第一个平台。来，我们可以去休息一会儿了，有补给，有饮料可以喝。这是什么呢？我的妈！我要来，奇怪，怎么感觉走着走着那种累的感觉就消失了？对呀，啊，就是你突破了自己的极限，所以你就会觉得不累了。啊，老师给你搞。老刘，老刘，刘毅，这个好难开，怎么办？他不理我，你知道我跟他结婚很多年，他现在就不理我了。你找刘老师，我弄不开，我在家里也娇滴滴的，都是刘老师帮我弄啊。你去找刘老师。老师，我喜欢这个照相机。你挂着。他给自己负重又加了一点。哎，快快，刘老师在那儿，刘老师在那儿，快给他打招呼。下面的人加油！哇，大老师，我们正在吃喝玩乐。我是第一个突破极限的小孩。Oh baby， 我们在吃喝玩乐。加油了，山顶见！走。我们也要整装出发，我们现在是领先于他们，一会儿我们比他们肯定先到山顶，我们在山顶上吃喝玩乐。我们最担心的孩子，最担心的这一组，你看多好呀。 对， 对，孩子们表现出了原来在城市当中的没有的那种品质，坚持合作。当然了，我们也要夸夸我们这个傅首尔老师啊，给我们还是足够的鼓励啊。